快速连按三次有什么好处吗？干这是怎样？因为这是一代啊，一代会那个啊，你是没玩过任天堂吗？靠腰啊！哎呀，你不能总是想着要爬墙啊！你要，他今天会这样设计，表示你可以用正常方式过的啊，你不需要用一些道具，你知道吗？啊靠呗！怎么那么滑啊？哦呦！哎，这很滑哎、欸，这没有在嘴嘞、欸，这真的超滑的。这真的很滑哎、好啦，我们刚刚已经展示过，我们是有办法用它原本的方式过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跳了。不是啊，我刚刚已经过了，我已经证明了我过了。
哎呀！可以请他地板不要每次设计那么滑吗？看这家伙怎么那么卑鄙啊！他那个旧也是蛮卑鄙的。啊 fuck！ 完蛋了，瞬间失去耐心。靠背啊，上面不是已经按了吗？为什么没有跳上去啊？我不是已经射出来了吗？为什么那边跳上去没有路踩啊？太卑鄙了。等好好那个，好，可以了，这次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。
干这个。哎、欸，这也可以死是干嘛、啊？不是啊，我在落地的时候碰到那个子弹啊。我是要没生命啦、啊，剩一条命啊！靠背啊！哎！我受够了，我真的受够了。干、啊、搞什么、啊？哎，刚刚剩最后一条命，对不对？自杀是很正常的。这一把我们就要见到王了，好，这一把就要见到王了。这把就要见到我了，信心满满，你知道吗？该是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……技术型玩家，硬实力哦。干，我在耍什么智障啊？嘿，你们知道这个砖头啊，你只要少个半格你就跳不过去了，你一定要站在边边跳才行。
啊，真的不想嘴啊。难度何在？鸟鸟很强好吗？洛克里面最强的单位就是鸟鸟了好吗？我还以为可以一次过。对啊，闪电难多了。这次打一次就知道他的那个，他的手脚就被看破了，好吧？这次打一次就知道他的动作。你看，他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，有没有？一定是游戏会累个。靠腰啊，为什么啊？哎，搞什么鬼啊？好啦，为了证明刚刚都是效果，来，一滴血都不会扣，来来，看好看好。为什么啊？他那个兵怎么忽高忽低的？这王有点实力耶，比想象中强哎。这能不能跳过去啊？我想想。哎，可以！哦呦，干好滑，白痴一直往前走。
是啊，这地板我不能按前了，我按前就不回头，你知道吗？一路向东啊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单手玩了。不行，好像不能单手玩。哎，好像可以单手玩呢。我觉得我一定有什么诀窍是没有掌握到的，这怎么可能闪不掉啊？这这么蠢的一只王，好痛苦哦！我觉得这次比闪电那只还痛苦哎。闪电那只是觉得我没有抓到那个，是那种我还不知道怎么破解。那这个是干，明明就很简单，为什么会一直碰到那个啊那个冰啊？干好花。技术拿出来！没那么容易死啊！